件非常好织的小孩子的上衣，而且它的领子你看出来了吗？很像是我们的清国领。但是很多同学织清国领的时候就会觉着非常困难，但是这款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也能织出清国领式的效果啊。好，我们来介绍它的相关情况。这款作品它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。你所看到小朋友穿在身上的这一件，正是我们现在要为大家讲解的这一件。这两个是相同的同一款服装。熟悉我的同学已经知道，你在每一部书的封面可以看到我的名字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正式的来说它是怎样完成的。首先我们要看它用到的毛线和工具。整款作品采用的是纯羊毛粗线完成的啊，因为它的表现力最好，织出来的衣服既保暖，而且整体的效果非常立体，比较适合于拍摄杂志，它表现力好，并且穿着的时候也会非常的好看，与化学纤维和植物纤维相比它好太多。好，纯羊毛的粗线呢，我们是用直径 2.5 毫米的这样的毛线完成的。如果你捻开的话，里边有四小股组成，织针6号织针，6号在钢针的试针板里它是最粗的一个。好的，整款作品毛线用量全加起来6两多一点，你就能够完成这样一件小衣服。当然不想定纽扣或者往上再定啊都可以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揭秘它的编织方法。想给小孩子织一件衣服，你一定别错过这个教程啊。首先来说起针，整款作品它是采用环形的从下向上编织而成的。那总针数我们一共起了多少针呢？104针。这一圈我们一共起了104针，织的是什么呢？拧针的双螺纹。首先起针的花纹啊，起针的手法是怎样呢？我们就直接拿过毛线来啊，它的一头攥住就行，连系都不用系，直接上来就这样给它一针一针的向上绕就可以了啊。绕的过程当中保持针套的松紧适度，并且针套之间的间距要保持一致。你看起好了这样的针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上来直接就编织了啊。104针起完，我们环形向上织的是拧针的双螺纹。同学们准备截图，拧针双螺纹，一行拧一行不拧，只在正针有变化，反针没有变化啊。好，我们向上将刚刚的这个花纹一共织了5厘米长，达到5厘米之后，我们将按照花纹的排列继续环形向上织。那么花纹到底是怎样排列的呢？每一个花纹它是多少针，中间相隔又是多少针呢？同学们准备截图。看到整体排花几个字了吗？这就是整件衣服的花纹排列啊。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，看到十拧针双螺纹几个字了吗？它指的是哪儿呢？就是这一部分，看到了吗？这位置刚好10针啊。然后两针反针好理解，你也会织啊，这两针就指的是哪儿？就是这儿，看到了吗？啊，然后又有什么16针的菱形针，菱形针指的就是它，16针啊。好，菱形针的花纹在哪？在这儿，它就是它。准备截图。好，刚刚的拧针单螺纹就是跟双螺纹很像啊，它就是一正一反的这样的一个排列。然后再往这边走，又是16针菱形一反，16针菱形一反，所有的菱形针之间相隔一针反针，但是这边是隔了2针反针，为了和10针的拧针双螺纹拧针啊单螺纹啊，这位置应该是单螺纹，同学们 sorry， 呵呵，大家改成单螺纹啊。刚刚那个截图和这个略有出入啊，同学们把它当成拧针单螺纹啊。这位置好，都完成之后，最后74针就指的是后背了，全是桂花针。桂花针就是一针正一针反，每两行一交替。好了，所有花纹你已经明白了，也已经知道
怎么编织的每种花纹了。好了，那就向上环形来编织吧。凡是小孩子的衣服，我将在整个教程的最后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每一部分的尺寸，也会根据你的一些要求，比如说我的孩子多高啦，多重啦，啊，按照不同身高段、年龄段的孩子啊，我会协助大家把各个位置的尺寸搞定。好，140针，织完5厘米之后，我们将按照这个花纹来。但是你刚刚如果非常认真的把截图加起来的话，它的总针数应该是148针。为什么？因为向上之后，为了保证花纹的一个完整性，我们要将140针做一个增加，在这儿一次性的一行的范围之内加出8针来，变成148针，理解了吗？啊，就是这儿140针，从这儿往上是148针。我们按照花纹环形向上来织这个花纹啊。那么我们要向上织多高呢？它的高度是多少？同学们注意啊，我们要环形向上，一共给它织20厘米。20厘米从哪儿算的？是从第一次你开始编织花纹算起，一直到这儿之间的距离啊，我们织20厘米。达到20厘米之后，你要在前片的正中间的位置，注意了啊，正中间的位置。我们要给它取18针，给它直接平收就好了，所以我写了一个减字儿，就是每2针支撑1针，每2针支撑1针，给它怎样啊，收掉，收一个平边。过程当中不要太紧，不要使劲拉扯线啊，正常手劲儿松紧就可以。好，这位置的18针是被你收掉的，对吗？那么你的左右前片由此就正式分开了，啊，之前你的整个前片是一个，现在你是分了2部分，啊，要分别向上来编织了，记住了吗？好，在完成了这个位置的操作之后，实际上你的袖子部分是跟着同时啊，跟着同时要进行的。怎么讲？就是我们达到20厘米高度之后，我们要完成这一部分的减18针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向上编织的，对不对？当我们的高度达到22厘米的时候呢，就是从这儿到这儿22厘米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你这儿收完了那18针之后，向上织了2厘米之后，总高度达到22，我们将进行前后片的分针，我们要分3部分向上织。有同学说不是2部分吗？因为这时候你已经把左右片分开了。理解了吧？好，分完了前后片，我们要注意啊，你的螺纹的部分都归在前片，注意了吗？啊，所有螺纹的部分都是在前片的啊，桂花针的部分被分到后片，也就是说所有的桂花针都是后片的针数，换句话说你的整体74针都是后背的，理解了吧？好，然后我们将在整个的袖子的位置啊进行规律的减针。怎样的规律呢？首先我们要在左右前片的挨近袖子这一侧啊，给它一下子减去3针，这边也如是啊，包括你的整个后背片的部分也是这样的。好，减完这3针之后，我们将进行斜着的这个位置的减针啊。怎样的规律减？我们需要每2行减一次针，一共减5次。另外一侧也是这样的啊，每2行减一针，减5次，包括这一部分。好，通常情况下我们是先完成的后背片，对吗？你的整个后背片经过了刚刚的这样的减针之后就已经停止了减针，需要将剩下的针数不做任何的增减，继续往返向上编织，依然织的是桂花针啊。后背片的部分往返编织向上垂直距离，整体高度我们要给它织17厘米。怎么算的？从腋下开始减针分针算起，向上垂直高度啊，不是沿着这个斜边，而是垂直高度，我们织17厘米，前后都应该是这个高度啊。达到17厘米之后，整个后背片的部分我们要给它留1米的长线剪断，然后所有的针套停留在织针上，准备着和前片发生关系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将
剪断的毛线要系在钱片上啊，继续往反着向上织的，理解了吗？或者你之前前边就已经有毛线的话，继续向上织钱片啊。整个前片的部分只在这一个位置做过调整，腋下你已经剪过了，对不对？剩下的针数保持原有针数，继续往反向上编织。当总的高度，左右前片都如是啊，当总的高度达到17厘米之后，也就是说跟后背片一样高了以后，我们如果没有织错的话，你的前后片应该各剩下了20针，看20针啊，不，你的前片应该剩下了20针啊，这边也是20针，所以你需要将20针取后背片的20针啊，2个20相互之间从内部织缝上，理解了吗？好，整个过程sorry， 整个过程在连啊织缝前后尖刀的时候不要太紧啊，注意是从外侧向里侧这样织缝你的前后尖头的。织缝好了以后，我们要将你的后脖子这儿剩下的针怎样，要给它在这个位置啊，你要给它直接的用于什么呀？用于编织领子。肩膀缝合完之后，这会被剩下针的啊，要用它直接来织领子。大家别看这样看它领子好小好小啊，好像是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看，但实际上穿着以后它会一个超赞的效果啊，护住整个的后脖颈的部分，效果非常好啊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后脖子的针数你是有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需要在你直着织的前片